又问爱豆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许魏洲。唱歌还是演戏？都喜欢。组乐队还是一个人唱？组乐队吧。飞机、高铁还是自驾？自驾。板寸还是刘海？刘海呗，板寸、刘海、刘海。香菜还是蒜泥？都不是很喜欢。榴莲还是臭豆腐？臭豆腐。夜猫子还是早睡早起？没办法，只能当夜猫子。理性还是感性？理性。过日子你一般会做好计划还是说走哪儿看哪儿？看心情。如果不用出门，你多久才会刮胡子和洗头？洗头一直洗，刮胡子不太刮。有没有什么拿手菜之类？咖喱牛肉。最爱吃的家常菜是什么？妈妈做的饭。听说你是爱猫狂魔，那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最多想养多少只猫？啊，能养几只养几只。最喜欢挠猫的什么部位？下巴。能不能说一句你觉得最酷的上海话？我觉得上海话都蛮酷的，对吧？随便讲去了，酷啊。推荐一个有上海特色的小吃。上海特色的小吃，排骨年糕。玩王者荣耀吗？玩啊。现在什么段位？不告诉你。最想合作的歌手是谁？周杰伦老师吧。那你在新专辑里会在 MV 里跳舞？应该是有的吧。大学里印象最深的一件事？和大学的室友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去泰山。最喜欢的一把吉他有什么故事吗？我的每一把吉他都是我的宝贝。觉得拉丁舞里最好看的动作是什么？您能展示一下？最满意身上的哪块肌肉？看颜色。腹肌吧。反正看不见。等飞机的时候一般干什么？一般等飞机。微信头像多久换一次？几个月换一次吧。现在用的是什么头像？猫咪。最怕的东西是什么？最怕给人添麻烦。一到十分，给自己的颜值打分。三分、四分、五分、五六分吧。一到十分，给自己的自拍技术打分。0.5分吧。一到十分，给自己的男友力打分。10分。经常被粉丝嘲笑自带毛裤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要怼他们的？没有啊，就是自带毛裤呀、啊，腿毛比较旺盛嘛。能分享一下你最近的歌单吗？Trap 风格的歌比较多。要不要给粉丝推荐一部你最爱的电影？这电影我其实一直在说，我经常看，就是《忠犬八公》嘛，讲人性的美，然后人与动物之间的友谊羁绊，我觉得非常好。拍再次初恋没有和春夏见面，会不会觉得遗憾？见面了呀，我们拍完手机，平时都能见。要不要来一句绕口令？啊，这个我念过，小儿科。就是因为你念过，所以刻意准。所以我还会念错，你知道吗？牛郎年年念牛娘，牛娘年年念牛郎，牛郎念牛娘，牛娘牛娘牛娘牛牛郎，牛娘念牛郎，郎念娘来，娘念郎。啊，装作什么都没有念错的呀。好，第一个问题是周周的第二次巡演什么时候开始呀？这次考虑上海场吗？阿拉欢喜侬啊，我也欢喜呐。我的这个第二场巡演呢，会在第二张新专辑发布完之后，应该是在8月份。周周新专辑的主打歌是快歌还是慢歌？其实这一次的专辑的风格，我之前也说了，就是比较多元化，然后也有一些流行的歌曲啊，流行啊 ，pop rock， 然后 EDM 都会有。那最后一个问题啊，睡觉蹬被子喵，喜欢躺着睡、侧着睡、趴着睡。我也不知道我蹬不蹬被子，但是我喜欢侧着睡。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？哈哈哈哈哈！一定要在镜头的注视下签完名字，对，让粉丝知道确实是您本人签的。对，拍到手就行了，拍到手就行了。这是给你们证实吗？好的，谢谢。